小广播网下港之声90.5。是公布网台湾老歌节目，由轰动的歌友为他干，一个两支乐队老牌子的本品，德力林国晶、甲德力雪莉旺，以及德力真性、德力真性来赞助提供，两人为听友来做服务，欢迎收听、批评、指教。各位敬爱台湾老歌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早感谢各在这边对老歌对两人节目的收听鼓励。多谢是为这些少年家，包括吉林地区的亲民客，每别就广播特段节目拢做无同款的特色啊，特段节目拢做精彩安尼哈。所以个说点每别就广播的公关的听古之类呢，如天然如贵人呐。哦，加起咱每别就是大家庭啦。你感觉我咱安尼内心啊真喜欢啦，对听节目啊，你真愉快就啊，我咱吸收足侪无同款的信息，丰富咱的人生啦。啊，有好的保养品，管咱身体够健康啦，有回来的，身体够好势，可能食老人的拢无什么烦恼嘛吼、哦。所以健康对人爱导出安尼吼，啊哦。所以去台湾老歌，这先人留下咱的这歌调，曾经在咱少年时阵陪伴咱奋斗过，有感情的，去听着高级一段所谓的记忆，为人拢少年起来，去听老歌对健康心灵有足大的帮助，是这原因呐、啊。就还在专家建议报告，讲较少听老歌对健康做好安尼，那恁老歌节目啊，那方便来尽量来听哈。啊，哎呦，那听不够贵，两人准备三套特征的老歌 CD， 一套老调的音乐，免了要送给咱听友哦，哈，哦，啊，这是要第二小时咱有要老歌、认捌老歌的 CD， 要歌名足简单，要歌名我讲规矩安尼吼，佮提供一半嘞，哈，我来老资源嘞，最主要我来要来回馈咱好朋友。对台湾老歌啊，这个歌的啊，这部呢，搞哪呢？那个激情啊，我老歌不丢的背上手哪里？所以，我那希望天佑，我那做老歌志工，我是以老歌志工，这个服务天佑，回馈天佑。你们那做老歌志工，介绍好朋友，家里能明白就广播收听行列啊啊！安尼等两天的这段老歌节目啊，我那到处老歌，那良人无利有道之源。只有咱微微一接水的声音，和老歌在这个土地会当去生活呢，哈、哦。好啊，第二小时迄阵电力开放，那就踊跃上线来摇老歌哈。有啊，咱迄阵在报现有可能电话啦，哈、哦。有啊，咱来赶紧要载你拍公司行政电话门，行政电话记好。你若有什么需要公司服务的，拢行政电话来问啦，好不好？226-8888。外观是拍个样，加空气。今天的西元2018年的6月7日，古历是12月2日，是星期三。因为接破这个寒流，我们讲回温是渐渐啊，慢慢啊来的吼。所以影响我们真冷呢，吼，就是那真冷啊。所以咱南台湾话咧，70多年呢哦，涨7度呢哦，我啊所以。今天的各部门所在，这落雨哈，
落无多啦，落无久吼。唔过路面啦，过你等下注意着交通安全啊。所以湿冷，而且气候有一个明仔载，那么拜五就气候个回温小化，较好个气候。日后拜六，哇，新的一波寒流要过来啦，到下礼拜拜二哈。当然，中央气象所预测，伫这个过年诶迄段时间来进行几天啊，袂讲寒甲冻袂掉咧啦吼。啊，来安尼个烧到，那个放心啦。就是气候多变化，大家有那是要注意哈。啊，有什么详细的消息，拢伫边边就各段节目来给咱做报道。只要小情而小，唔能够干掉，唔能够发生什么更疾病哦。这个抗战在加强，在新的过来，真正真难不过啊，安不保养，那发生了塌起来了，夹起来了，倒落去了，哎，大家欢喜过新年啦，你咱母鸡出来安尼啊，安尼唔好啦。新的爱弄爱过的时阵，大家加油哦！我们的关关休奋斗室能继续来进行，台湾中生代的一位歌王啦，在1964年，开始伫丽歌唱片公司来发表伊的头一个个人专辑啦。安尼，伫歌单就开始安尼唱早无停啦吼，到个这边替我，哎呀，还能投资，又出生产，工厂去工厂呢，赚大钱，哎呀，但是伊对这个歌就一直无放弃，就最爱唱歌啦。就利用暗时啊，安尼吼，工厂无什么业务啊，落暗时啊，拢去俱乐部、西餐厅去唱歌。到这段经，我呢不断去写歌，来唱伊家己创作的新歌呢。所以伊作品那不介多哦，就是苏金红歌王奋斗史。那今天的纪念到第二集，先安排伊伫民国93年底来录音的哦，来推出的啊，一种六碟 CD 的专辑，其中。伊家己创作翻唱日本歌，就是伊写歌词袂啦哈。此前最后上达基，咱听了后才来进行。感情伊单比人抛弃。夜的心伤悲，着爱尽忠，提出勇气，看破彼段过去。我欲搁再对着你，一种心爱悲，我也希望，希望你。将我放袂记，痴情最后伤自己，痴情最后伤自己。爱情伊单比人轻视，夜的心稀微，着爱到钱提出利弊，心肝伊无了事。我要搁再相信你，空虚甲无知，我也希望，希望你幸福过日子。痴情最后伤自己，痴情最后伤自己。听完痴情最后伤自己。痴情的人啊，想不开的，
对旧情念念不忘，后来想到家己的哈。所以苏金芳啊，对这款的感情歌会写足多呢。毕竟啊，情歌情歌嘛，所以苏金芳也告白，比如情歌真多。所以对朋友的欣赏，有可能有那有家己的欣赏发生的感情事哦，再来做主题啦，啊，怎样来创作不少的这款的情歌呢？哈，那咱今麦来讲苏金芳，顶一集蛋糕，这草地音啊，伫家己宜德乡哦，伫个北江溪畔的小庄头，伫啊出世，伫啊大汉。就是因为我做爱听音乐，做爱唱歌，哦，细细汉，拢走去因庄头，有伊一间，你要听有音响设备，哦，所以定来走去遐听音响，啊，去上学、下课、书包、拍的拢有啦，先去你要听内底听音乐，听甲欢喜了后，才回去厝里呢。就是自细汉安尼。对这款的音乐歌唱都做兴趣，唔只当国中，伊就参加学校的乐队啊，去认识的乐谱安尼。高中也同款哦，伫读高中的时阵，伫新营玉德中学，都含我的鼓啊，细汉鼓啊，是同班同学，啊嘛，我拢是学校的乐队工，都是有。这顶的这个音缘呐，我们家高级东金苏金芳含梁林一直都是真好的朋友。啊，当苏金芳读高中，都参加学校的乐队音哈，哇，大家在耍这个音乐啊，然后对起打那里举办国际比赛，迄阵有那些庙里呐、老街哦、庙会哦，啊，弄个举办国际比赛。还是讲啊，因宜德乡公所举办同民欢乐的歌曲比赛，伊拢不免参加呢，愈唱得愈兴趣，对一搭有咧比赛，啊都拢参加。所以有一年来到新营，都有人来举办大商店来参加这场的比赛，啊来含龙飘飘当代比赛怎啊熟悉，变好朋友啦。所以以后都是打哈，有咧歌曲比赛都互相通报啦。啊，因两人啊，伫歌曲比赛啊，各有赢输啦。哦，各有那种摕过冠军咧。所以两人歌唱有实力，就惺惺相惜。唔只后来有机会啊，做伙参加一个团体巡回啊，一个演出工。哦，当然这是以后代志。咱这边来讲，当苏金芳第一个。高中毕业了后，哟，一个升学啊，读高中的啊，迄阵差不多民国六十年、六十一年左右啦，哟，迄阵升学考试，哦，你若无认真啊读，有那些诶考不好人通的。原本苏建文想讲啊，读这无意思啦，我最爱唱歌咧，都想讲有机会来做这个歌星啦，啊，因为行出状元啦，读册，咁一定。有会出头天吗？就是对这个歌唱做兴趣，我那最心意歌星梦啦。唔只一世界去歌曲比赛，因为安尼练歌，我做种舒服伊的课业啦。唔只当初中毕业啊，要参加高中联考，我煞考无好成绩，无好能读呢。爸爸讲袂使无读吼，你找真好来读。唔只做好对。因宜德怎再来到屏东的潮州啦，读一间私立的学校，叫明德中学啦。啊，就是来到明德中学，才有机会认识一位啊名歌星、名师。经过伊的指导，才怎伫歌唱，搁再更上一层楼，歌曲个成熟啦。然后到底来到屏东潮州明德中学。是去遇到什么出名的歌星，那是出名的老师呢？因为伊是读声乐的呀，是国立艺专的声乐科毕业的呢哦。到底这个名师、名歌星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不然去听一首，有人苏金芳翻唱日本歌，
伊填写歌词啦，我那唱男女中间的感情啦，哟，叫我怎样来背会？咱听了再继续来了解。夜快车，渐渐要起行，为着前途事业打拼，点点甲口出声，一步一步行，心肝寸寸疼，谁人会来安慰我？心爱的，请你了解男儿的心情，期待着早日成功好名声，转去甲你惜命风吹，钻入心肝底，为着环境生活问题，点点离开心爱的，一步一步行，头壳热热。祝你幸福再会，暂时来将你抛弃，请你莫难过。无依无事业未成，心烦切，叫我怎样来陪伴？叫我怎样来背回了后，哟，阿弟民国61年以来，屏东潮州啊，读明德中学啦，都那无放弃，对一阵的比赛，都拢那挑战参加呢，都台湾人做爱唱歌，所以歌唱比赛放弃真少，都几乎全国的，我那些庙里的庙会都那举办比赛。或者是讲上战场，拢一定挂住比赛来吸引人潮嘛。屏东潮州，吼，就那大钟头，木梨花，而且大家来到潮州明德中学啊，在读书的时阵，都因就跟一间庙里啊，在举办的挂住比赛，以及报名参加。在迄场有几位后来，我那伫歌坛，哦，我那有被拍扁，但是。并无出知名度啦，不过伊个大兄是当代的天王呢，就是倪斌呢，啊，就倪斌的小弟或者倪克是比苏金红较侪岁啦，啊，拢伫61年啊，那个庙林庙会的这场比赛，煞变成好朋友啦，因为苏金红人足亲切，即草地囡仔出身咯，啊，人人好啦。就是当苏金红在讲哈，哇、哦！来比赛这位后来这尼克是尼宾的小弟呀，哦，都、就是希望讲会当由尼克啊，一个引进，然后伊的大兄尼宾来熟悉呀，希望尼宾会当甲指导啊，甲栽培啦。尼宾人物呢真和善啦，然后人才也拢要讲栽培的吼。倪斌发表作者唱片，嘛会用写歌、写歌词、写曲。有迄阵倪斌伫歌坛作唱，歌厅唱啊作无用的啦。唔过有当时啊，有那闹休困几工啊，啊，倒来厝里休困，哟，伊个小弟尼克就介绍苏金红啊，这好朋友来含倪斌
大家来熟悉啦。经由倪斌进一步更加指导歌唱的要领，哈、哦，这个发声，甚至变咧写歌、找题材的等等啦，都是有名师的指导。而且苏金鸿对这个创作流行歌，都那开始有兴趣，那都学写流行歌的歌词啦。因为名师的指导，所以和苏金鸿啊，足欢喜啦。希望讲以后倪斌有机会会当来引进到歌坛来唱歌啦。有阿弟明德中学读一年尔呢，伊感觉吼，伫屏东潮州咧读册，啊那休假日要倒来故乡哦，上远咧，毋则伫读高职时阵，转倒来新年约伫中学，啊来含我诶细汉姑啊，啊，阮太太上细汉诶弟弟。我那伫学校诶乐队啊，我伫遐熟悉着着。哟，啊，等来到新年啊，当然哇，含龙飘飘，都咧保持联络，对咧歌曲比赛，我那小通报呢啊，怎做咧参加啦？哟，啊，就是第一啊，对潮州啊，等来新年玉德中学，哟，咧差不多过年，哦，伊发现着诶。新年通唱啊，要招募歌手啊，要巡回下乡演出，要举办这个歌曲比赛，精选人才啦。哦，这个苏金鸿得到消息，马上要通报给龙飘飘。龙飘飘讲：“我打这边来通知你呢。”所以两个人怎做伙？伫民国62年呐，参加新年通唱所举办文化工作队。迄阵除了台糖，以及外口一个组织的树建会来作为联合举办，这个宗旨就是因要巡回下乡演出，在迄阵都感谢期啦，哦，当天哦，首先感谢哦，那些农民大家做无闲啊，你着用暗时啊，啊怎啊来各镇头啊巡回演出来娱乐。即农民呐、啊，有啊，苏金鸿甲龙飘飘，拢我那做伙报名参加呢，互相鼓励，两个人成绩袂歹啊，咱家己有了啊，才继续来了解，人生啊不断的奋斗，要争取好成绩，都要袂歹身体啊，有困难做好代志安尼吼，所以有体育啊，身体嘛够用，活得够尊严的哦，咱。大家有了了，这个继续进行。进入广告啦，每一年这年终岁末的公司的回馈活动啦，今年无例外哦。敢那公司的分红利同款，公司安尼伫天佑的听小之下哦，业绩啊蒸蒸日上，公司就壮大，有赚的回馈了。吼吼咱就唔免说哩，你本人你人物足多，你就是赚上多啊！所以今年特别推出的七代一马新潮流多功能的菜色点歌啦，也主要宗旨就是讲轻便，和咱安尼清洗也方便啊。厨房一定要七代科技进步的好帮手啦啊！啊，和咱安尼轻松啊煮食哈啊，外形啊足水哦，你话放伫厨房内底哇，好漂亮的哦，大家看大家介意。这不怪囡仔回来讲哦，啊，爸爸妈妈哦，我喜欢的，还是讲阿公哦，阿妈，我喜欢的，喜欢哦，咱大家拢疼孙疼囝，哦，莫等伊啊，这是利用安尼来鼓励囡仔，有那煮食，无即嘛，伊拢食外面啦，小家庭啦，啊，拢食外面，使咱问题无解，哎呀，食出问题都唔好啦，就利用安尼，就公司上级的这些点歌的去。我那希望讲，可能在做中介，给咱鼓励囡仔，各小家庭呐，有那啊，安尼分配好因，会当来煮食，安尼，拣着好的食材，到厝内底忙比，备注兴趣，不当食出健康啊，哦，对吧？安尼足轻松啊煮啦，啊外形水，少年的一定拢足介意着对哦。为住伫后舍这样吼，而且出去外面食头路，哦住伫宿舍，那有那。哎，莫去啊，莫去帮煮食，无那厝瓜拢食外面较济啦，对不？所以，即代一马新潮流的多功能菜式点歌，因为
做方便煮食，伊两个锅啦吼，大粒甲细粒的迄、那个，拢是三矿石的食品级的斯丹尼斯的材质，足安全吼，足、哦、对。袂讲较早当家生火锅热了后，全散发出一挂即个金属的毒素，即种袂呢吼，所以啊个大鼎大卡啦，杂人分的哦，要炊煮啦、滚啦、炒啦，要煎鱼啊。哦，这炒米粉啦，还是讲煮饭啦，哦，还是讲炖物件啊，糖菜买了卤物件，用都有够宽，一台一档，当地诶，一堆诶，当家生活啦，所以家庭这个厨房一点拢需要诶，吼、哦，啊个清洗做方便，吼、哦，啊，两个碗嘛，吼、哦，轻轻来，吼、哦，这种进步了滴，何谈别讲呢？哦，这笨重啊呢，提咧啊叫手崴掉啊呢，吼、哦，所以。住了就知啦，你也知道哇，真好用啊！你吼，安尼也多搞得无啊，因为大家抢啊，所以会赶紧哦，哦，给分配互囡仔，拢爱照着哦，较袂用轻分哦，给莫归来起来坑嘞，哦，咱结婚结出就住更好嘞，这大嘞，这一台过来千块，这等于公司天天升一个大红包嘞哦，哦，给莫归来用得着哈。这是一万块的抗战，两年大家的人工精血量啊，肝啦、胸啦。哦，讲鸡蛋，那当然阿甲一般都上一代就对了呢。哦，哟，今年竟然不退休，哦，过年当弄个投资就对了哦。来，阿、啊、诶，含囡仔时阵健康买投资嘞哦。来，阿甲把健康的产品咧，整上得力双宝五罐，全都是五罐好汤头。啊，这平时咱点点落来，功课所以大拢知，做两支啊，上补是咱家庭必备的这个用品呢。所以咱节目贵做啊。啊，过年啊，讲家村好咧，哦呢，一罐全都是一罐好汤头，香香对对啊，万里富贵啦吼，安尼啊，别到遐，搁加油哦，搁加油，到经销房来保单付出莫弄一晒，需要公司服务咱电话来啦，22688888，我关系拍个用加空气喏，广告完毕。关于奋斗史，咱继续来进行。伫台湾中生代的歌星内底，算是那真多产的歌手呢，创作演唱不少歌啦。只是拢无伫啊，这个像较早早期的三台电视台去啊亮相，所以早期并无传出什么知名度。唔过对歌手一直无放弃，就后来啊。维基电视台啦，后来维基电视台成立，伊拢参加电视台的主持节目呢。因为伊的作品发表真多，唔只听有点点别来点伊的歌，就是咱的节目拢是老歌了哦。唔只啊，就是好朋友来讲啊，干脆我做你的奋斗史，将你过去发表这作品呐 啊，介绍听友大家来认识哈啊，了解你奋斗的过程啊。咱继续来欣赏伫1993年，伊来发表一首《无缘的人祝福你》，虽然无缘，无能祝你幸福你哦。咱听了后，再继续进行。又搁忘记你，活在阮的身躯边。绵绵情丝断袂离，不知是也是你。予伊来放散了后，已经这多年，忍着心酸，含着目屎，不愿搁再想。为什么忘记你安慰阮心坎虚？虽然袂当结作对，阮也祝福你找着好伴侣。
人时常忘记你，对阮汤甘又味甜，目睭迷津看无伊，不甲珠泪挂目耳。予伊来放煞了后，已经吃多年，忍着心酸，含着眼泪，挂心里向你为前途来打拼。往事随风飘去，念在寂寞的城市，阮也只好你幸福的日子。听完无缘的人的祝福你了后，咱即马继续来了解伫民国62年，伊含龙飘飘的小玉啊，是名的汤唱啊，个苏建辉要举办一场歌曲比赛，要征求团员。巡回下乡来演出的，当然名额啊几啊位啊，所以两个人定定的也歌曲比赛的场合，哦，来死对头呢，哦，互相做竞争啦。不过两个人拢做不等的，唔只好看拢笑啵，讲啊，这场的比赛啊过关吼，也能参加啊巡回演出的行列啦，所以两个人都拢来不免参加啦，啊拢过关呢。因为因定定比赛拢定定得到前三名，得到冠军、亚军两个人，拢伫遐摕即款的奖品呢、奖杯呢。所以伫迄个秋天，感觉即个冬天呢，啊，因为感谢修行期嘛，拢伫迄个季节啦。而且62年，而即个秋天、冬天啊，苏金红甲龙飘飘的这回啊，东台迄个巡回下乡村庄啊，去咧表演啦。苏金红啊，对这个歌唱啊，都搁较成熟。不过先前不牢固，倪斌搁啊指导过啊，名师指导，所以苏金红对家己的歌唱都做信心的啦。啊，到家民国63年，他高中毕业了后，呀，小凤那边唱歌，啊，咧大都会区啊，啊南部有那歌听了，不过伊感觉啊北部。啊，这个江乡这边重镇呐，这机会较侪啊。啊，就是伫报纸看到，台北金龙酒店要征求基本的歌星呐，举办歌曲比赛。啊，那伫报纸发现这个消息，转离开啊，这个家己故乡呐，转去伫台北啊去参加这场的比赛，希望借由这场比赛会当啊进入歌坛。啊！你是这场的比赛，伊熟悉了足侪广播界的名人，包括刘一良呢。迄阵刘一良，我那伫金龙酒店、甲国兴酒店、两间酒店伫咧唱歌啦。迄阵刘一良，我那加入到迄阵桃园先生电台，我那伫主持广播电台节目啦。伊主持节目时段伫逐工的早时啊，10点到12点啦。就是因为苏金红去参加金龙酒店基本歌星的精选的比赛，得到有那前三名呢，成绩袂歹。迄阵刘良有那担任裁判老师，另外这位裁判老师就是唱片制作人的叶大辉啊。迄阵够一位广播界的前辈，就是宋欧仁呐，拢做回来做这场歌曲比赛裁判的对。啊！就是发现的，对南部起来，这个苏金红，歌曲唱了有特色呢。啊，做人啊，彬彬有礼啦。这对南部起来囡仔，拢叫做亲切啦。啊，刘一良有那家己的子弟，啊，苏金红嘛是家己的子弟啊。就是这款的哦，乡亲的关系。唔只刘一良讲安尼，你参加比赛吼、哦、有过关嘛？我看我给你介绍来国兴酒店，因为。两间酒店哦，我伫咧走，啊，即马搁伫电台咧主持节目，上无闲啦，啊，所以我甲你介绍来国兴酒店来住上。这是苏金红正式伫即个算歌厅诶舞台顶诶演出。先前台糖诶
文化工作队是下乡巡回演出，迄阵无大牌，拢是因歌剧比赛优胜者啊，伫咧啊做些表演嘛。因不即马伫正式的酒店伫咧唱歌，每一栋拢有唱片歌星出名歌星来参加演出啦。所以含这歌星呢，当代演出，所以苏金红就搁兢兢业业，搁用心来学习。来歌唱，啊，迄阵，内容，佮伫桃园，啊，有办一场诶歌唱训练班呐，啊，做做拍片，来酒店唱歌，来电台主持节目，有知名度啊，佮新入诶歌谣训练班呢，出苏金红，我来去诶参加呢，啊，是因为表现袂歹，迄阵叶大辉含内容，大拢那好朋友啦，定定定联络啦。这个内容，这个甲叶大飞讲，先前伫金龙酒店歌剧比赛得了前三名，就是南部囡仔阮故乡的子弟，家己人，这苏金红哦，有机会，因为你是制作唱片老师嘛，来引进一个，来制作一个唱片，啊，由于苏金红会晓写歌，伊家己有创作十首的流行歌啦。那就华语歌，迄阵华语歌的鼎盛哩，而且苏金红所准备拢是华语歌哦，有十首去吹的曲，来填写歌词。叶大辉原来是一位作词作曲家哩，而且我那记得苏金红这十条歌，伊写歌有啥物需要改进呢？我那甲做修正啦，所以伫叶大辉老师。这款作词还是作曲的指导之下，让苏金红对这个创作流行歌都进一步的进步啦。而且在民国93年开始，也来发表作品写歌家己唱，和好朋友唱，和大歌星唱啊，到底有什么歌星唱过什么歌呢？在这个过程才来让人了解啦。有当苏金红要推出伊头一个出道作的专辑，因为是新人呢，这唱片公司敢有法度接受一个新人吗？这唱片公司内面栽培新人，应该由广播电台主持人来推荐，应该效果会较好。因为播音员推荐来算你的主题兵，你绝对宣传嘛。所以叶大辉过来找这个内容啦，内容介绍，麻烦伊来替推出作品，制作唱片嘛。这内容想想咧，阮伯伯广播界好朋友，伊一个兄弟会啦，算广播前辈，宋欧林，伫苏金红参加金龙酒店歌剧比赛，毛邀请宋欧林做来做裁判。所以对梁甲叶大辉啊，讲安尼好，这个宋前辈佫有影响力，怎邀请宋欧林安尼含对梁甲叶大辉怎联名做伙推荐吼，迄阵台湾全国两大唱片公司之一的丽歌唱片公司，迄阵丽歌吼歌星滚作多，所以苏金红。就真大呢吼！我看咱后日再来听伊伫丽歌公司来发表的华语歌，算伊的处女作，就是伫民国64年十月的代志啊呢。咱后日再来听伊遐华语歌啦吼！今日你苏金红奋斗四单讲讲到这，来安排伫民国93年。中来发表一个人的专辑，一开始就推出六块 CD 哦，一块老歌新唱的故乡的歌，咱做伙欣赏。一人双人所看的记忆，我亲像欢喜点。情意甘甜，为怎样今日孤单，站在故乡的山边，
做风的话绵绵，在河边看着月夜流来流去，有情的月娘心边对咱好意的表示，谁知呀？谁知呀？今夜对我啊，夜深才无依。这两天的报纸电视有看到一位老白的演员啊，这钱德门啊，哈、哦、呀，钱德门啊，嘿嘿呀，这位外省籍的老演员，应该大家对伊不陌生啦、哦。作者啊，伫演艺界真出名哈、哦，是少年演家，今嘛74岁。他说：“去哦，这边，安尼，这个真系冷的气候，都那个气波啦吼，我那有问题，气感啦，就无多啊，抵挡这个寒的这个气候，啊，就来过用的对安尼吼。所以咱那是有一挂老镜头啦吼，啊，是讲三高问题啦，血压、血油啊，是讲三升。”但有酒较悬呢，酒所悬呢，这拢在食慢性药啊，你都要特别细里注意。即款这么悬的气候，就容易发生心血管的问题，或者是讲就发生啊，这个意外，那叫安尼倒落去，大家欢喜要过新年啦。啊，你哪里身体无药无医，拢无得顾，那发生了唔好啦吼。所以这么冷的气候，会萎缩到这个过年这段时间呢。一定要做好着保暖哦，太冷了吼、哦，所以一定要做好保暖啊，来降低着迄个啊呢温度啊呢，另外见人冷，我那日头出来就作热，所以阴暗的这温差呢真大，就作用发生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啦吼。然后所以大家食好少、穿好少的原因，我另外多啉血滚水哦，多啉血滚水哦，可以会内底。这个水分会较侪，会促进循环啦吼。当然有好保养品，真正真来保养，这一定爱的啦吼。另外来讲，注意是不是？咱个一边无力呢？吼、哦，咱安尼在徛间一边安尼袂自然，或是讲，哇、哦，这个嘴歪目睭错啦，还是讲话会夹齿，当大舌头，安尼叫电器袂灵活，迄个是有中风的前兆，或者小中风啦。小中风，若要注意，就变大中风嘞，当大条诶，心脏接起来，啊，倒落去，啊，就再见啦。哦，啊，若要走，哇，变植物人嘞，哇，这样嘞，家村嘞，大家不应该，较用心过身体时阵，得来投资哦，哈、哦，可不断进步，好不容易，一定要投资，大家加油啦，哦，啊，安尼咱，啊对，如果来讲，就安尼。发生这个哦，这个干嘛呢？怪怪的呢，家己感觉呢有，但是发生个呢，未忌惮呢，敢那有中风的情形，得赶紧哦，拍119啊，就一可能无要紧，伊马上救护车，伫3点钟内底，那送去病院抢救，都有机会的对吧呢？哦，啊呢，当然病院就当然啊，这个时段那个。和这个血当赶紧畅通，一个血化血剂的对安尼吼，所以这个3点钟内底，你若无度过，啊就无度啦吼，就这点，这个详细我那可能听有大家来知影啊。来个继续来安排这个，有那早期的那个名歌啦吼，新来倒位去。到那个方小姐点足久了嘞，吼、哦、吼，最近点过足多哈，最近我点啦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小火雕，这个来点哈，来。伫民国54年，伫美好唱片来发表啊。哦，暗地里。
个名歌，心内都会起热啊。那我那进入广告了啊。咱哇，哎，底下哎，听众朋友，增加五百红的啊，这个佛跳墙哈，这个古早味的年菜，真在是了啦。大家吃着拢讲，吼、哦、吼，大家吃红乌龟安尼，哦，各做做的红阿面，拢是。这个稀奇呢吼，那边呢，啊，那材料啦、材质，那么呢，做优秀大饭店的老师，伊的精算，就去哦，那啊，慢慢熬出来的哈、哦，这口感就是不一样啊。这一红一千六百八十是小块，我够俗的俗，这酒档来慷慨，那是因为。哇！因为大家听讲，哎、欸，啊，都还袂停嘞，啊，这、你这样就停啦，你啊，我嘛，哎、欸，首先我那小讲啊，就先订一案啊，等下吃啦哦，啊，就欢喜，啊，这两天要来订，哎、欸，拜公公无啊呢，无唔只讲好啊，都那空虚啦呢，做者听讲，哪有人安尼？因为讲要追加吗？哦，追加的，而且听上即摆愈来愈多，大家真欢喜，哇、哦，拢准备，哎、欸，要准备围炉，一定爱准备的。这道你才佛跳墙吗？啊，他就那讲好啦，无都五百行，啊，了就无啊。即马大西湖咱个大饭店，大西湖那无用嘞。你讲搞拢咱咧办一寡你才，所以那无用。但是讲好啦，啊，五百行尔较计无哦，安尼，啊，五百行就好啊哦。所以我三行我就先传啦咯，哟，先订哦。啊，伫即个除夕夜前一天，就是二月十四。诶，去几日弄送到位的对安尼吼，即马订目前是无回应上，即马因咧制作中安尼吼，所以伫遮啊，要来赶紧，看起来我话那差不多不止一点啦呢，所以就要赶紧咯，啊不诶，压多搞的是无安尼吼，安尼好1680啦吼，这一红佛跳墙啊，加250块，加一包鲍鱼，啊那加300块，两包鲍鱼，啊得300块，两包鲍鱼啦吼，其他通来说头头疼啦。金吉啦，哦，这种买十趟加上一趟，十包加上一包，像你切肉片啦，哦，一包包括七包一千啦，其他红烧肉皮还是讲回去的更 XO 酱点点 ，OK 没？我那做会点安尼哈，2688888挂关七八个羊打空气啊，点没点？在这边请服务高非常车主公司负责啊，啊交代哦，我听老哥良人推荐的哦，2688888，老哥买到经验就刷卡，和因无用啊呢，那么刷卡和工作人员无用，好不好？安尼老哥要到经哦，业绩哦哈，好，谢谢。那另外就是讲，就你讲的不能连回馈活动，都安尼有那，哇，他吼，有那个倒数啦呢哈，所以因为钱又太多，太介意这代，一马新代里会差些点歌啦，虽然。啊，尽量规模扩大啊！啊，公司上足多啊，咱来按的分上多。所以，过年当的保养品拢投资含银啊，是些保养品，佮投资就对安尼啦，免说你，你拿你抢输了就先闹扩大的哦，佮莫扩大拢会用掉，假使那分票交掉啊，哦，叫你跌出立足讲好的大的呢哦，来，咱1万块哦，这个六零台的另外一数量，挂线来。得对安尼吼，啊，诶，啊，另外啊，加6000块赠送，五罐钱拢是五罐好汤头，是，诶，过年诶，要交来讲，家春好咧，一罐全拢是一罐好汤头，拢用得到啦吼，好，赶紧到经销房、保单房服务处来搭配来摸吼，好，广告完毕。亲情像月亮，其圣洁的光辉。照耀着天涯自古心，那望子成龙的意愿流露出爱的光芒。记得如文龙，亲情好比绵绵春雨，滋润了赤子心，前途需要去努力，别让父母空叹息。历经风霜，受尽暴雨，从不忘一句，望子成龙，父母的心意
重母心，常为子女不辞艰难困苦，给我们指引迷惘，鼓舞我们努力向上，其亲情是何等的伟大。生命像一股巨流，需要石头去阻碍，才能激起美丽的浪花。我们应该为前途去努力，去奋斗，才不辜负父母对我们望子成龙的心愿。情好比绵绵春雨，滋润了赤子心。前途需要去努力，别让浮空叹息。历经风霜，受尽暴雨，从不乱一句。望子成龙，父母的心意，莫让岁月空流去。众人共一心，黄土变成金，微微笑讲报梦。